真如愿相，真如愿相现起疑心。颂云：真如愿相，八正道之云正为五智，八智为其因，是转化八事。即颂云：清净八事，转化阿赖耶识为大圆净智，转化莫那识为平等性智，转化意识为妙观察智，转五根识成所作智，正离系者为法界智。这一段非常清楚，就是转化，重点在转化。我们把眼耳鼻舌身意，那莫那阿赖耶都转变转世成智，把它变成一种很大的智慧。这里讲的八正道之的正，就是五智，八智是它的因。转化八事啊，眼耳鼻舌身意，这个意根阿赖耶就是八事。转化八事的意思就是转化阿赖耶识为大圆净智，转化莫那识就是意根为平等性智，转化意识为妙观察智，转五根识眼耳鼻舌身，五根识成所作智，正离系者为法界体性智。离开人间的游戏，就是法界体性智。